宙的朋友，你们好，我们是。暌违八年还没有喊这个名字，有人暌违十年，有人暌违二十年，有人第一次喊，有没有第一次喊的？还是有、哦。今天有第一次看苏打绿的人吗？啊，其实也不少。当初你们都还是孩子对吧？香港对我们来说，对苏打绿来说，其实夺走了很多我们的第一次。啊？第一次音乐节。就在香港生力啤酒节、然后有很多巡演的第一次也都在香港发生，很多吗？好像是不是每一次都在停靠陪我歌唱，以及你们夺走了我们第一个十年的第一站，现在又要夺走我们二十年的第一站，所以还是会有一些例行公事，还有一个第一次阿福还有一个第一次，还有他们夺走了小薇的第一次求婚。哎呀，第一次，第一次吗？不要再第二次了。啊，哎呀，他有一次在台上就是裤子裂开来是哪一次啊？忘了，在哪里？也是在香港吗？香港你们也夺走他裤子裂开的第一次？你们今天有做好跟我们一起大合唱的准备吗？因为今天的歌单是精心为大家挑选的，每一首歌都决定让大家大合唱。我只唱刚刚那两首，接下来全部都是你们的时间，恭喜你们！早点下班，早点下班。阿董跟小薇今天是互相面对，你们两个，你们两个不尴尬吗？我们其实有时候会做一些同步的动作，你知道吗？真的吗？是你学我的吧？对对 对。真的吗？你干嘛学他、啊？来开始。什么？这是套好的吗？但是阿狗，你都没有看到你后面的观众，他们只看到你的背。好，我打一下招呼啊。好。要跳吗？你不需要多弯啊，我不需要多弯腰。现在我们现在年纪，你知道筋骨、啊、真的不需要这样、啊。对对对，随便一个闪失都是会痛很久的，所以你不需要躲弯妹。小薇同学，你需不需要躲弯腰啊？我办不到。史俊威，你可以躲弯。我都直接转身。啊、他这个算是身段的柔软。哎，我也好想接受一下欢呼哦。我想看有什么可以有欢呼。你转过去就有啦。我们即将要推出春夏秋冬的复刻喽！这不是讲过吗？哎、欸，这很有用，你要不要试试看？我们即将要推出春夏秋冬的复刻啦！老爷，你看。